看这一题，这一题问说哈，这两点是在 L1 这个直线上，它要求这个直线的斜率多少？那我们就带公式嘛 ，M1 哈，就等于多少呢 ？Y2 减 Y1 哦，就一减掉负七，啊除以 S2 减 S1， 五减三，所以是二分之八啦，所以是四。好，再我们看的 M2 哈。M2 一看的话，哈，这两点的坐标都一样，所以它是垂直坐。哦，这个一个是啊，一个是三一嘛，哈，这是三，这是三一嘛，一个是三负七，哦，在底下，我这如果是负七的话，这是三负七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斜率不存在，这斜率无穷大。如果你也带公式的话，哈。变成多少？变成是一减负七是八嘛？啊，除以三减三，三减三的话，你可以不用把它看成是完全是零的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趋近于零。当它趋近于零的话，这斜率就趋近无穷大。哦，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无穷大，无穷大代表是千垂线，哦，代表千垂线。那这个我们通常是说不存在。哦，这样的斜率没有定义嘛？哦，没有无穷大这种值。哦 ，M2 呢，它是不存在。好，再我们看看这个，第三小题哈 ，M3。M3 多少？这个减这个是零啊，这减的是二，所以斜率是零。哦，这是水平线的，哦，因为它 Y 坐标都一样的。Y 坐标都是负七嘛，所以的话呢，它是通，它的话通过哈、哦，这个零负七这一点，它、啊、跟什么呢？跟两个轴互相平行的那一条直线，好、哦，那这个直线的话斜率等于零，所以 M3 等于零。